我叫于七，疫情以来，这是我独自生活在温哥华的第十个月。我是赵月，这是我回贵阳的第十个月。温哥华的春天就这样毫无征兆的来了，空散落的阳光，迫不及待长出新芽的花，很难想象又不愿相信，我就这样朦胧不清的度过了这一年。阳光透进窗帘洒进来的时候，我会开始新的一天。去年此时此刻，我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，但现在一切都变好了起来。走出门外的感觉真好，生活又恢复了多彩真好，心情又变得开阔了真好。唯一不好的是你不在我身边和我一起感受每刻的心情了。恍惚间觉得和你相伴的日子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了，脑海中与你在海边散步的夏天究竟是在哪一刻发生的呢？想念我们一起看过的带着幽微粉红色的夕阳。